前台还没有后台热闹呢啊，真是的，特别的开心啊！这一上来，大伙这么热烈的掌声，突然间感觉有一种自己很火的样子啊！幻觉，但是掌声就是听这样的笑声，感觉自己又不像很火的样子。幻觉，哎，不用不用，不敢奢求您的掌声，都知道掌声啊是给旁边这位的，郎鹤炎，我们俩一对是演员。哎，郎鹤炎有那么些毛吗？假发，没听说过。头套，没有没有。这个旁边这位啊，大伙都熟悉吧？小先生，这是周九良。哎，不小啊。这嗨，这个外号是吧？也就没有，大伙给我起的一个绰号，就叫爱称。都是知道的。嗯，了解德云社的九字科的一位，这叫什么？激励鹤群的一位演员。什么您呢？夸您的吗？一个词儿啊，我什么鹤立鸡群，也不能叫鹤立鸡群吧，就是出类拔萃的。就是九字科都是不错，在九字科甭说在九字科了，就在德云社捧哏演员当中，人家也算是德云社算是捧哏演员当下最红的演员了。真的？有什么炎症啊？是怎么着？跟炎症有什么关系啊？当下最红的演员哦。你们不要发出那样的声音啊！说实话啊，我那可能朋友们啊有认识的，不熟悉的，知道的也叫张鹤伦的，啊，外号呢也都不说了。最近呢，啊，都谁说的游轮？哦，游轮啊，游轮，大庆油田，游轮。真的啊，我跟他们的身份来说，今天我们两个合作啊，都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。哦，真的，大伙知道昨天什么日子吗？昨天10月3号，就问你日子呢？干嘛？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？舞曲专场啊！啊，对，昨天是反串。对了，昨天反串，今天来说呀，我是看大伙这么热闹，我就来凑过来跟人演出。我本身，我跟他们不爱跟他们玩，不爱跟谁玩啊？这后台这帮小孩们不爱跟他们玩，不是人家也得带你。什么叫带我呀？嗯，对不对？我是本身我自己很忙的，我之前我有自己的公司，什么您呢？不是保安公司，不，谁说串店？谁说卖布的？编织布，这个都知道。胡说八道。烙大饼，都是副业，都是副业，副业。主业呢？主业加油站。不是加油站，你们知道的太片面哦，很草率，不太了解您呐。对，其实啊，我是个唱戏的，哦，我自己有戏曲公司啊，戏曲演员。对了，我有一社团麒麟剧社，我是老板。你看等会儿，这名听着有点熟悉。真的，这我的艺人今天都来了，什么刚刚啊，哈哈，洋洋啊，陶洋，都我艺人，都是您的艺人。对了，您也是，您就是一个，我是开戏园的吗？老板，今天啊，就是跟我们那个我们就是经纪人，对，我们那是刚刚，他说他今天这个剧场啊，说也要搞一个活动，我说来，我帮你忙。对不对？都同行，不是都是那个，都是彼此都是老板嘛。他在这边老板，我在那边。我说我过来给你帮一忙。他说那演一个吧。我说演一个吧，就上来接等一身大褂。你看，要不是老板能穿这么好的料子大褂吗？都这样的。您是开戏曲公司的？对对对，最开始。那您会唱戏吗？不会唱怎么开呀，小表辈儿。你不会，你不让他们骗得一愣一愣的呀？注意您的颜值，你知道吗？颜值这块还可以。哎，言辞真的。小表辈干嘛呀？都教他们哦，教他们学这个练唱练功啊，都有。哟呵啊，吕然云手有这个哦，对不对？嚯，山宝啊啊，还有。最近大胯不是很好啊，动了胎气了。这位胎气像话吗？我练功啊。啊，练功，一日不练功肚子就得稀松。肚子稀松干嘛呀？喊嗓子。唱戏不都一
啊啊，有这个吗？对，有。妈妈咪咪咪，哦，还练这个呢？这不是美声吗？什么声音不得练啊？哦，都得学习。对呀，啊，哦，身段啊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，刷细胞子，扫后台，扫地擦地，奶孩子，都得来这个。哦，您说那么热闹啊？您光是没人信呢。有机会加入我公司，我呀，啊，夹门夹门你。刚刚都夹门出来了，洋洋，小孩儿，我听听您唱，听我唱。对，能那郭老师那我上我公司听我，啊，上我公司，今晚半夜2点来我公司。好，我干嘛去？我跟你们公司看大门去，我这是2点到我那儿啊，想要什么都有。不是您，咱就现在唱一个怎么样？你看大伙儿那么热情。妈，昨天是古曲，今天人是听相声来的，没人听这个。还真有喜欢我们这个传统艺术的。嗯，行，你们胆儿也大，咱就来一回，来一回，观众喜欢啊，来一回。太好了，你说吧，想唱什么，咱都行，咱唱一回《朱凤曹》。哎，换一个。干嘛？您不会是怎么着？捉放曹那大戏呀，啊，三国戏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那个来诸葛亮，羽扇纶巾啊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哦，这好是曹操的词儿。诸葛亮有这个，你会不会？您到底？曹操嘛，捉放曹啊，对，是是，来这个啊，大戏，我怕等不了，这个唱完了3小时，观众都睡着了。那掐头去尾呀，啊，不唱当间那咱还是看恩大门去吧。咱们，你那意思是咱就唱当间，就唱当间这点戏胡好不好？我怕各位听着可不过瘾。嗯，就这么短小精干。哎，对呀，啊，主要是听您啊，听咱这嗓子。是啊，身段做派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来，是麒麟剧社呢还是麒麟马戏团呢？您这是麒麟社呀，行行行行，咱捉放曹啊，捉放曹，分一分角色，不用分，都给你。嗯，那你是还是夹吗我呀？老板，老板，你唱好，给你发工资就完了呗，给你叫好行了，下去吧。得您得唱，你得唱，知道吗？我还得配合着你啊。也行，主要是听您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先挑。我先挑，你挑剩下，你再挑。对，还是我全让我唱。您得挑一个啊，我也得挑一个。您得唱一个，你先选吧。我先选，啊。对，老话说，让妇女和孩子优先。对，我是哪孩子呀？我是。你先来。我来陈公。好，他来陈公公。陈公，我呢？我来那皇帝。您老夫爱起家。耳朵有点问题，陈公。陈公公吗？中谋县令陈公没有。老夫爱起家。中谋县令陈公。哦，那个陈公啊。嗯，啊，也成。那我来谁？您来曹操啊。啊，对了啊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哈，夜观天象，知谁在尿炕。说起来。啊。咱这唱戏不是打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有这词儿啊，念白啊，嗯，咱都懂这个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，啊，还有一个王顺。王顺，嗯，谁来？你看呢？怎么着？我来？对对呀，啊，我来没关系，行吧？都可以驾驭。您都来，都您多唱好吧？能者多劳，也行吧？行，咱是专业。好，对对，咱那个专业那词儿怎么说来？那个英文叫算了。我是最近搞戏曲啊，把这个外语都忘了，咱不提中文，不提那个外语了，就用中文交流。专业哈，专业叫 perfect 啊，哎，不是。容我三思。你是吃了什么脏东西了吗？你？我就讲啊讲，这对我跟你要干什么？我先给你普及普及，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啊，你说咱开始唱戏好不好？不需要，等不了了，铺垫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都不要了。开始，咱把这个桌子往后搬，那个搬一搬。
疼。你先等会儿，什么叫往后扒一扒？你扒了吗？我逮住你的破腚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，把桌子搬了。相声演员怎么嘴也跟棉裤腰似的？好好好，我还以为光我这唱戏的嘴不灵的。行行行，小表辈儿，你说吧，好不好？老帮菜。咱搬一搬，然后我跟你一块搬。对呀、你看看，不专业了吧？哎，我专业唱戏的。哎，好，让我跟你一块搬桌子。哎呦嚯，打听打听去。嗯，到哪儿唱戏不是我自个儿搬？好看。怎么样？行行，好，好，值不值？哎，好，谢谢您，老板。啊，我看还少一把椅子啊，我来。哎呦，我来。行行行，专业呀、好好。这两步走吧，你说说。行，您就放这儿，放这儿啊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干啥？哎，对，您放这儿就行。放这儿。哎，跟您，你站起来。有个凳你就坐呀。我搬的。不是谁搬的，这是场面座。场面座。对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。我考考你，什么意思、这叫小座啊。小座，为什么搬桌子？为什么分小座？分出前后台来。哪是前台？这是前台啊。哪是后台？桌子后头那是后台。那边呢？那是下场门。这边呢？这是上场门。这块前台。那块下场门。是。这就前台。这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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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。你休想蒙蔽我。怎么样？都说对了。这前台那儿。嗯。哎哎，是不是茫然了？那不观众席吗？对，你别骗我就行。对，我都知道。好，大伙儿能明白就这意思。啊，我跟你说两句啊。怎么了？没有乐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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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唱个六啊。你呀、半夜两点来我公司，太挑剔，什么都有。你过来，非得半夜两点唱戏去。师傅今天散场就得11:30。怎么着？半夜两点到家，你到姑吃点饭啊？是，那我跟你说啊，没有乐队没有关系，没有乐队，嗯，没有乐队有办法？什么办法？用嘴学 ，B boss， 什么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你。Nice， 真是有点 nice 了。Nice， 好，什么放啊？不是这个 B box， 我知道，知道，唱戏那个，唱戏的锣鼓家伙。对，来吧，没问题啊。行，我们这个也没有什么戏服，咱就穿大褂唱，好不好？就这身儿，就这身儿了，这身儿。谁能看出我是曹操啊？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啊，粉妆玉砌，傲骨英风。行行行，好，就当我没说这词儿。那你说他干嘛呀？他们在反驳我。哦，好，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曹操。好的，非得普通的曹操。普通的曹操。行啊，您不抱一下头吗？什么？区分一下人物。区分一下人物啊？对对，是稍微分。曹操要帽子吗？啊，有风帽吧？不要了。那行，好好，不要，好，减少时间。好，行，我说直摆手，让我快点。那快来吧，那快来，快来。您打家伙啊？您打家伙？打家伙？打家伙？好的。啊，都好不好？喊什么？快点！我是老板。快点！刚刚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。喂，你还不是我老板呀、我老板是刚刚。打家伙，打来。哦，大家伙，大家伙，你怎么着？你都，不是你受谁气了？是怎么着？你是大家伙吗？打小锣啊，说着完了没？打小锣。哦，下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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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小锣，你先出来。下轮，打小锣就喊小锣，这小锣吗？学小罗那个声音，嗒嗒嗒，那你说嗒嗒，你这说小罗，我这嗒嗒，观众说好的承诺呢？说好的小罗呢？对不对？棒槌，我还棒槌哦，嗒嗒，哦，嗒嗒，嗒嗒，
哒哒哒哒，得。官居县令与黎民判断冤的情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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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谱。你干嘛呀？你这么疼干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有橛子呀？什么是那一下噗？不得配合你坐下的动静吗？没有，吓我一跳。头戴乌纱，双翅飘。大人，黎民百姓落逍遥。大人，虽然七品郎官小。大人，一片丹心吧。我是这样吧？你是先敲再打得，打得。你看抢我活，你看我这一共没几句词儿。不是你得心没完了？那怎么着啊？啊，我这一坐下，别得了，别打了，行不行？我这说话了。那、哎、你说的吧。我这念白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打得、哦。你这是怎么还打得呀、啊？你不是坐下就不打得了吗？是啊，你这不站着了吗？强迫症呢，是不是？东老太师实心前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，我命王叔人等四门大谈，不见回报左右。左右左右大人瞧词儿啊，你广你他提醒我的，他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句啊。你广会打得呀？啊，我喊左右，你搭个下腔啊，哎呦，我才能往下说呀，对不对，老板？那你态度跟我客气点，好不好？那你看我也不叫左右，你告诉我一声，这会儿我让搭个腔，你说左右，我搭腔，好不快搭腔，好吗？那不就完了？好吗？左右，打得啊，不是右。伺候了，大人。伺候了，大人。伺候了，你要什么服务？来来，你躲躲远点，你躲远点。捶肩捏腿，足疗保健。哎呀，我这手法，你看我这小指，哎呀，这销魂的小拇指。我的手法，我跟你说，让你欲仙欲死。行，我这死胖来了，我。那你让我说、啊、左右，你看伺候了，你要怎么伺候啊？你这小话，我跟你说，别的活我们可不接。哎呦，嚯！小花脸王顺该出了，该您上场了。这会儿我是小花脸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乐队呢？乐队先放下了。你交代一声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知道，你观众不知道啊。交代两句，乐队老师，您先跟这等一会儿啊。这会儿啊，我是王顺了啊，上来，这一说不就行了吗？来吧，我站这儿，乐队老师在这儿。哎，一时间不知道谁是小丑。左右，哟，伺候了，啊哈，呆呆令定得，啊哈。我您的说话呀，我是亮相，他们照相了。不，可以了，你拍的很多了已经。这什么词儿？这个啊，这块说什么？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老词儿。哎，说完他老词儿了。哎呦，伺候了啊哈！来来，令令来，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，饼子太爷吃，不说了吗？饼子太爷吃，禀报太爷之。哦，改了。
什么叫改了啊？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。参见太爷。罢了。谁见谁呀？参见太爷。罢了。罢了就罢了。呵，他还二两脾气，他还又停电了，停电了！你们，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，好好有份儿。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。本县西从胡来，昨天夜里你媳妇儿给你生了个弟弟。这叫什么喜事儿？惊不惊喜？什么惊？意不意外 ？Surprise！ 没听说，没听说过。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。就是老词儿，我给你加个新的。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，有何为证？你猜？嗯，老有孙猴在旁边啊？那是有什么？这叫宝剑呀、啊？哦，有宝剑，有没哪有宝剑、啊？你拿这扇子就是一比划，就是这是宝剑了。对了，哎，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，有何为证？有宝剑为证，呈上来。给你。哎乌鸦要死要，谁要死啊？不还乌乌呀？我看见乌乌吗？我看见宝剑，我害怕呀！看着宝剑你害怕？是的。你看足疗，你可高兴啊？嘿，你这我说销魂的小手法。宝剑入库，下堂领赏。宝剑入库喽。宝剑入库喽。宝剑入库喽！哦，真是您哥。宝剑入库喽！看，您看各位，您哪儿不是看耍猴啊？真的。啊！有人拿宝剑啊，有暗器。我说我害怕吧？他刺到了我的大腿。我看见宝剑，我心里害怕呀，是不是？宝剑入库，下堂领赏。好嘞，左右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。大人，我恨死这罗了。您怎么了？曹操啊，这会儿曹操，我曹操了。对呀。你这就得交代一句：宁可鲁国负天下人，天下人不可负我。曹操，开场了 ，Next，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。你押上堂来。压上你有没有县官的样？你县官的样，你别老这样。好嘞，好好的啊，你给曹操逗笑场了，你知道吗？将刺客曹操压上堂来。啊哈！曹操是大花脸。将刺客曹操压上堂来。大哈！大花脸就是大哈呀。那曹操上来瓮声瓮气，你说说是什么？是黑还是来也？我自个儿琢磨。你琢磨琢磨吧，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。你个县令，你知道个六？来也，当扛子来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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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来扛，再来扛。再见。我大褂跪着呢，你别撕。我成功还没放呢，你就再见。我你看我一眼得了吧？你不想我了吗？谁想你了？三人来了。谁怎么？你过来。什么叫再见呀、啊？你这四句唱呢？四什么唱？是什么唱？跳龙潭入虎穴，躲灾避祸。又谁知中谋线，自入网罗。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。这四句唱呢？你 还少一句啊？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？你再说一遍。我看你。
休想蒙蔽我，你跟第一遍说的一不一样？你到底会不会？不会敢唱戏吗？会，您倒唱啊。会不就唱了吗？哎呀，你对不对？四个词儿，咱对的词儿。跳龙潭，跳什么？跳龙潭入虎穴，躲灾避祸啊！又谁知中牟县我自入网罗？好，又逮着他了。嗯，自入网罗啊啊！怒冲冲，我怒冲冲，我且把滴水挨过。好，第一句再说一遍。看成，我看你看你忘没忘？哎，我忘没忘？是你唱的，我忘什么呀？老词儿还来老词儿？对呀，来吧，来呀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，乐也到堂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空里扛起来扛，出了龙潭入虎穴，躲了灾难又避祸，谁知钟某仙子入了网络，怒冲冲把滴水淹来过，你可走？我不走，你不走，拉过狗，走吧你，我留你的是吗？啊，你能不能做一个温柔点的县令？是唱这个吗？唱什么？唱花脸啊，京剧啊。你唱啊，你从头到尾，桌子我搬的，凳子我搬的，上来什么都没有哈。他往这一坐，又来大花脸，又来小花脸，又来乐队，这会儿说我唱的不对，你来啊。我来什么？我是陈功，你来呀、啊！我是陈功，我是这，你过来，撤哪儿去？你想啊？我回去我看看刚才怎么样。你甭看，人家好着呢。你唱啊！你来，我来唱，你唱，不是，来，不行，我来陈功，不就往这一坐吗？大屁往这一坐，我也会呀、啊。咱没那么干呢，得劲儿，唱一半。换角的，来，你来，没有这样干的啊！这成功太简单了，合着我这累傻小子呢？你来，好，来，你倒说呀，我传传，我还得唱吗？什么词儿？将刺客曹操押上堂。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哎啦，大人。大人，裤子开了。什么词儿？不是，我接炕死来次。我裤子开了，炕死来次。我以为是裤子开了。裤子开了什么呀？那是什么词儿？炕死。炕死来次。啊，炕死来次。行。那可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那可以。哦，康斯泰斯，空雷矿雷雷矿，跳龙潭入虎穴，躲灾避祸。有谁知钟某仙，我自知网罗，怒冲冲某结伴，大大滴水过。大家伙。康子来自康子来自空来狂一踩来狂，看成功他把我怎样放啊落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看成功他把我怎样放啊落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你好，曹操报道。普利隧道，你有给我让座的吗？那要怎么样、啊、我唱三遍了，你都往下说呀。往下什么词儿？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哎呦，我以为是改点新词儿呢。改什么新词儿 啊？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哼，岂知无名，何必多问。哼，就问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岂知无名，何必多问。哦，可是刺客曹操。岂知无名，何必多问？如来可是刺客曹操。
曹操，我曹操，没那个意思，曹操。Yes, it is. 卖萌的。什么词儿？什么词儿？见了本仙因何不跪？见了本仙因何不跪？哎呀呀！呸！呸！哎呀！吐我一口，吐你四口，转三口。天安门的自此时以来，上跪天子，下跪父母，岂肯跪你的岁岁的先例？你在怎讲？咋是不跪呢？当真不跪？当真不跪？果然不跪？果然不跪？我给你跪下。